愚人节恶作剧第二话，节目组找来了品牌赞助商，以录制美食广告为由，为少年们精心制作了两份超美味的便当。毫不知情的少年是如何强忍吃下这份便当的呢？一起来看看吧。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少年的那个眼镜。对眼镜。啊，不用太近。那行，没问题，就是你看一下 OK 吗？为了让少年们更加坚信此次录制的真实性，节目组还特意准备了广告词。少年陪伴少年，健康成长，幸福美味。我们来自易安音乐社，我们爱少年。再来一遍，尽量已经不要往下走啊。三二一，开始。少年陪伴少年，健康成长，幸福美味。我们来自易安音乐社，我们爱少年。好，就是杨总，你要不先在他们现场面前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招牌菜？这是我们店的一款招牌菜，杭椒牛柳，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细嫩、柔滑的，吃上去过，而且很紧张。没事没事。对，所以今天杨老板这边意思就是。因为他之前说是你女儿喜欢他了，对，就是所以希望，因为我正好我们在这儿拍短综，然后我们就招商的话，就杨总这边就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介绍一下，就五分钟，然后介绍一下这个吃的，杨总在这边，好吧，马上准备啊，我说可以，来三二一，开始。哇天哪，感觉刚才端进来的时候有一股香味弥漫在我的嘴巴里面，然后今天这个好像是。少年给我们的那个便当，它叫什么什么牛柳来着？杭椒牛柳。杭椒牛柳，看上去不行。来，咔咔咔，不能问外面。对，你自己一定要自己说。哦，对。三二一，开始。不行了，我就问了不住了，我要先吃了、啊这个。这个好像是刚才那个少年的人给我们端过来的那个杭椒牛柳，感觉这个菜。他说这个有点类似于川菜，不行，我得先想到了家乡的味道。对，想到家乡味道，毕竟在公司好久没有吃到过这种非常地道的川菜。你先尝。嗯。你吃过那个灯笼椒吗？我感觉里面有这个灯笼椒，哇！等一下，是不是味道很鲜美那种？不是，它有点那种辣辣的，你知道吗？但是辣味又跟。川菜它有点不一样，就好像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做不出来的感觉。对啊，这种感觉有点很奇特那种。有点凉掉了，但我觉得它可能热的时候吃起来，对，应该味道更好吃。这个白菜应该就是那种会不会？就是普通的白菜，感觉这个牛柳比较好吃。他们这个可以点外面点到的吗？应该可以，感觉以后我们的晚餐可能有点。是吧？他不行，大口吃菜，要是一定要表示好吃，能有一点一点吃。哇、啊，作为一个我真的这么久没有吃过重庆菜的人，真的第一次。哎，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吃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饭挑起来，然后浸泡一下，这种，然后加一块辣椒。就那种，仿佛感觉我在重庆录节目，好想哭哦！好久没到我的家乡重庆了。我吃过这个，真的很想去你们家乡逛逛，感觉啊，这种味道我真的从小都没有吃过这一种。他怎么了？吃的话，感觉这个菜好甜了，感觉很好吃，有点浮夸一点。好，再来，三二一，开始。我觉得得把这个浸泡在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厨师招到我们的公司来做饭吗？对啊，这样我们可以换换口味。真的，这种菜吃起来很好吃，就我们天天吃那种阿姨做的饭。对啊，就是天天吃这种阿姨做的饭，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推荐米饭，推荐菜。你不行就把那个菜盘拿下来，直接吃菜，大口吃菜。好，就是
我这边菜有点少、啊。对，我们分享大锅把菜吃掉啊。嗯，不行不行，直接吃菜吧。你说整碗把这全吃下去，肯定很爽。因为它那牛肉有点那种很嫩，你发现没有？对啊。它不像我们平时吃那种牛肉，它感觉嚼了之后它会有那种柴掉的感觉，它就是很嫩很嫩的感觉，有点像怎么讲呢？很像那种外面小卖部买的那种牛肉的那种弹性的感觉，但它又是。做出来的我就有点不懂，它这种味道就是吃起来就很细腻，但它却有那种很有嚼劲的感觉。我觉得蛋白质应该会非常多，这种东西。哎呀，你这我大家一起分享吧。好不容易吃到这次好吃东西，咱们多吃一点。好辣，不行，我有点好久没有吃辣了。我吃到这个原本我是不太喜欢吃辣的，但吃到这个感觉又。喜欢上吃辣的了，有水吗？需要水吗？嗯，不是，你们先录完。好。我有点吃不下了。来，下面我们 ending 了。来，好，三二一，开始。哇。快要吃完了，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觉得讲太多的话大家就不会吊胃口了。这种好吃的东西你大家亲自去买了之后吃了之后才会发现这种东西特别四川，对，很值得品尝的少年。好，但这个真的还可以，对，就是我觉得可以把白菜就做得清淡一点，大家吃了之后就会有这种东西很辣然后又有东西很清淡的感觉，吃过火辣辣的感觉。对，因为我这个人真的超久没有吃过四川菜了。哇，真的这个可以。到回家试一下。嗯。什么？可以试试。来，你好，好，谢谢。来，你们直接打开看。哦，太厉害了，这种东西，我感觉从头到尾，天哪，我真的好喜欢这种。这种感觉很奇妙，这种感觉啊，这个写了奖金居然是1000万，哇、哦、哇，真的好喜欢这种少年。你们真觉得这个好吃吗？白菜太咸了，豆干太咸了，这个真的还有点好吃，我觉得。这个有股酸辣的感觉，真的。有可能我进到嗓子里很酸，这个像吃。那种酸酸的糖一样，那你们表现的还挺好的。哦，导演的要求不敢违抗。哎，但这个真的会有少年这种东西吗？真的有吗？不是这种东西吗？你们现在知道我的感受吗？现在我的嘴加脸是麻掉的，在发抖。我真的觉得，而且在强忍这种感觉。轮过来。哇、哦，很厉害。啊，再见吧，从此以后不会再见外物了。哦，啊，相机打掉了。